刘亦菲刘波，最近在北京吗？我前天刚刚。让欢迎保洁公司的两位贵宾。这几天有时间去看比赛。陈立跟陈默。我每天都在家里面看，对。我觉得所有的项目都很让人兴奋吧，我比较喜欢体操和跳水，因为他们很技术非常的好，然后也很有可看性。看到刘翔退出那一幕了吗？有看到。我觉得要尊重个人的想法，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。谢谢刘佩，谢谢。